说答案在心里，脸红的吸引力，哦，这么简单看清，不用我说明，期待你说一句确定，我不再怀疑，你的工装把我吸引，我的思想为你不停，每时每刻牵手一起，不用再怀疑，这就是爱情百分百确定。走了，老板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哟，小柔今天不在。我又没有说要找他，不认哦。你的面。我们有点期待。这是我那个老顾客的，先给你。这个面叫难得糊涂面。人生本来就不长，有那个时间跟喜欢的人斤斤计较，还不如装装糊涂呢，你说是吧？啊，有客人来了，你先坐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就是两口啊。悠悠啊，这好久不见小鹿了，什么时候把他请到咱家来咱家吃饭啊？叫他过来干嘛？哎呀，你们俩这老在外面吃饭也不好，叫过来让你爸露两手。要叫你们自己叫，我不管。哎，我好不容易从餐厅退下来，一闻到油烟味就腻，不要给我找事儿啊。嗯，你看关键时刻我爸还是跟我站在一边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小鹿欺负你了？
告诉爸爸。哎呀，没有，爸，你别瞎猜。哎，有人来了。来了。哟，小鹿。哎。小优啊，这小鹿来了，你也不早说一声，你看。小优在吗？哎呀，小优，小鹿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吃饭了吗？还没，就是很想念你做的菜。来的正好啊，我正好好几天没炒菜了，手还真有点痒痒了。真的。爸，你不是说你闻油烟味闻腻了吗？以前闻腻了，现在又想闻了。所以，叔叔，我可以吃你做的排骨吗？好，那就来个红烧排骨，再做个狮子头。好，你先做，马上就好。去吧去吧，来来来，小鹿。悠悠，小鹿来了。小鹿，别客气啊，坐。悠悠，爸，我来帮你做个土豆丝。你这孩子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。你喝，哎呦，我去给你弄水果吃。哎，不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叔叔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要跟我说哦。不用，你坐着吧。杨果情人。哎，来来来，您的排骨来了，可好吃了，闻起来好香哦。谢谢。哎，你们先吃着，别等我，汤马上就好啊。小鹿，动筷子，尝一尝啊。你看你这次来吧，悠悠也没说，也就准备了这些。等下次你要提前说了，让你叔叔啊，多准备点好吃的啊。好好吃哦。那你多吃点啊！叔叔排骨好好吃哦。好好，谢谢老婆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啊啊，悠悠，你照顾好小鹿啊。来了。别以为你跟我道个歉就没事了。谁来跟你道歉啊？那你过来干嘛的？我来看叔叔阿姨不行吗？来看还是来吃啊？他们看了我会开心啊。那你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家里没人给你做饭，所以你过来蹭饭的呗。那土肉丝怎么那么难吃啊？我做的，让你吃吗你就吃，你配吃吗你？你咬我。让我走！我是给我走，不走。叔叔阿姨，他们是一家人吗？是啊，啊，这边上这个叫抹茶。中间那个叫绿茶，那大一点的叫二毛。那小鹿啊，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哪里人啊？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你走不走啊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人家第一次来咱家做客。阿姨没事了，我已经习惯这个小恶魔了。哎呦，小恶魔这个名字倒是很霸气啊。哎，他呀，虽然是脾气倔，但是心眼特别。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，我走。你这孩子，你看这脾气都是你给惯的。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再来拜访你们。那你慢走啊。这俩有意思。高超陆星城，即刻续约。主编好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哎呦，亲爱的，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？哎呀，你这是何必呢？用不着别人。
亲爱的，你说这话我可真伤心了。要知道，买卖不在，仁义在，这话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林主编，听说这次续约必须你过审啊？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前任主编留下一个烂摊子，你看弄得大家都焦头烂额的，所以这续约嘛，我们得谨慎再谨慎呢。烂摊子当然要谨慎，可是我是温西，我是带货王，这几年我的业务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跟我续约你还要考虑吗？主编，安迪到了。林主编好。宝贝儿，你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都瘦了。是吗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这呢是我们杂志社编辑力推模特安迪。哦，是吗？上个月刚刚获得模特大赛冠军，你现在是当下最火的模特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哎，对，温西，你好，我是温西。哎，你好。走，我们去办公室聊聊。好啊，来来来，等一下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是最注重话题度的，一旦有话题呀，咱们什么都好聊。这个老巫婆三儿脸，一天盯我跟盯着贼一样，想偷会懒都不行。不像您在公司的时候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想休息我。我不想再听到你讲 Chick 的事情。还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在我当主编的时候，夜忙礼服公开招募的事情，这个事儿你也感兴趣啊？现在业内所有的设计师是出名的不出名的，是所有的哦，啊，都跟疯了一样去报名。听说今天早上那报名网站都瘫痪了，可能大家都想借这个机会咸鱼翻身吧。您不会也想报名吧？别说，我觉得您要是去参加的话，一定能得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应该去试试你的水平。今天话真的有点多哎，啊？谢谢。你是不是？说夜盲在公开招募礼服设计师，你有兴趣参加吗？您要是参加的话，我可以无条件当您的助手。陆总您好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谢谢。陆总，您午餐有安排了吗？我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美食店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吃过了。那晚餐也可以啊，或者明天也行。陆总，小优，等我一下啊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陆总，我还没说完呢，陆总。陆总，这个是 JD 那边给出的设计方向，让我们参考一下。辛苦你了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？小姚，跟我一起帮夜盲设计礼服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确实很难得，但我想整个公司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。你这样直接把这种机会给我，会不会有失公正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会处理好的，放心吧。我先去忙别的工作，这件事情我会慎重的考虑一下。好好考虑啊。
多坐下。关于夜盲公开招募的礼服，已经决定由颜芝代表颜格参加竞选，请大家好好配合他的工作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问我。陈总，我希望能够由童小优来协助我完成夜盲礼服的设计。程总，陆总能为夜盲设计礼服是我们公司的荣幸，但是跟随陆总一起设计礼服的人，我觉得应该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。其实每个人都有参与设计的权利，大家都可以报名，不仅仅是为了严格，也可以为了你们自己而战。只是因为我跟小优配合的比较好，所以这次我还是希望他能跟我一起。可是跟着陆总您入选的几率比较高啊，童小优他都不是专业的，凭什么代表我们严格的门面呀？程总，我们严格的设计师可都是硕士以上的学位。对呀，这样对我们其他设计师是不是不公平啊？程总，严格还很年轻，我们大家都是不希望严格走弯路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这个助手的人选呢，必须通过比稿来决定。我可以保证，童小优的能力没有任何问题。一切以公司的决定为主。这次夜盲呢，是想朝着国际路线走，那势必要跟他国内以往的形象要有所区分。那我们就朝着往国际时尚这个定位去做。啊，好的，程总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嗯，好好加油啊。陆总，比稿就比稿，我有自信。来，走吧。对于夜盲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夜盲老师的资料和视频，我觉得他的魅力之处已经不仅限于他的身材和外在了，而是30年的从艺经验赋予了他身上的从容、知性、优雅，以及他看待整个世界的态度，这些都是他的优势，是别人无法取代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服装可以用冷色调，但这也只是我的建议。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喂，我打听到牧羊今天在某酒吧要办事。几点啊？能蹲到就不错了，你还管几点？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忙完就过来。我从小就认识。
比谁都清楚。对呀、啊，你什么？你哥不是什么？你从小就认识他？再喝一杯。你再接着说说说再说喝一杯。我不告诉你，喝完这一杯。哎，后来你说。别动。这样吗？好一点。要不要扶你去坐车？文熙呢？被他经纪人接走了。喏，给他的。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同事。同事，我听文熙说了，他为你做了很多事情，你去同事就撇清关系了。做好了，跟你没关系。让谢东。要不要喝水？每次喝那么多酒干嘛？笨蛋！啊，师傅，哎，我还有两个人啊，您在这儿先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好嘞，谢谢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
什么？不会喝就不要喝啊！装什么可爱？起来，可以自己走吗？我跟你来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来。爸妈，准备吃饭了。哎，阿姨，我爸呢？在书房呢。那我去找他。别去。你爸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可是妈，都快到吃饭的时间了。你呀，好好想想夜盲礼服的设计吧，别让你爸我俩失望。哦，对了。跟那个童小优保持距离。妈，哎，陈叔，我出国这几年，我爸跟我妈的关系还好吗？这让我怎么说呢？我只是个打工的，雇主家的事儿，我从来不会打听。陈叔，瞧您说的，您来我们家应该有20多年了吧？我一直把您当成家里人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记得告诉我。你就不要问我了，少爷，我先去忙了。醒啦，再来一杯。不要和我说酒。谁跟你说酒了？蜂蜜水解酒的。哎，你昨天真够嗨的呀！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看过你这么 sexy 的一面。不过呀，我看那陆行程眼睛都直了。他跟你说了不少风凉话吧？嗯，
你昨天从音箱上下来就醉得走不动路了，还是人家给你背回来的呢？他给我背回来的。嗯，一会儿你好好谢谢人家吧。他给我背回来的。不能喝就不要喝嘛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主编，我。干嘛？你在看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我们哎，赶快下！后退，后退！你是不是说什么？后退！我叫你后退哦！你再不听我话，我把它发出去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再过来啊！哎，退三步，你再过来，我真的把它发出去，你看看我敢不敢？可以啊。好，我要吃牛肉面。想吃牛肉面？对。那你把手机给我。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我要吃牛肉面。哎，我不要吃太老的哦，我要嫩一点，然后我还要少油少盐少味精，酱料要少。你要求这么多，你自己不会做？不是。好吃吗？肯定很好吃。你如果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怎么样？对我这么好？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夜盲的礼服设计大赛？就给我打电话，折腾到现在了，我都快烦死他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算了，我先把他抬起来吧。啊，干嘛？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啊？不管他了，就放这儿吧。醒醒！哎，喂！我喝。醒醒！我还喝酒。别喝了，醒醒！哎呀，这人你认识吗？你说呀。鲁星辰。接着说。我就是因为他，才喝成这样的。他从小孤苦伶仃，没有朋友。我就是他唯一的朋友。
都给你找来了。哎，还有这个，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啊，兄弟我无条件支持你的设计师梦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我看我看，别倒看。妈，你真好看。哎，先生，帮我跟咱妈拍张照片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罗先成，以后谁要拦着你不让你做设计师，我非得跟他急。你这么好的天赋不用，那不就浪费了？就那个什么第一届风尚杯，你要不拿第一，我木子倒下。想过这样遇见你，当两个路人影子靠近，看幸福的光影一点一点落满地。是谁把世界按了暂停？不想承认对你太着迷，不听话的小鹿总能把我推向你。说一二三，点点头你就出现，能不能一二三，流星替我许心愿，让拥抱画一个圈，来锁住思念，你在我心里面。如果说一二三，点点头你就出现，能不能一二三，把手勾在我左肩，我多想用指尖画你的脸，微光中定格纪念。心没上说欢迎你光临，你变成我呼吸的氧气，占据我心里所有的缝隙。如果少了你怎么安心，你的出现稳住我任性，爱是变成小孩才是需要你在意。如果说一二三，点点头你就出现，能不能一心替我许心愿，让拥
拥抱画一个圈，来说句思念，你在我心里面。如果说一二三，点点头你就出现。